我叫张孝一，家在湖南省新化县的一个小村庄。这次被选上，我激动的几天晚上都睡不着，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了过来，终于可以把我自己编排很久的节目，在这么好的舞台表演给大家看，最大的梦想。因为我叫孝一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笑了吗？鱼。你觉得那圈转的算喜剧吗？就是圈转的还不错。到最后牙掉了都让我笑了，但过了100秒。可惜那是个事故哎，那不是故意的哎。要分清楚啊，哪个作品是把我们逗乐的，哪个节目是把我们气乐的。